在一项令人瞩目的跨校合作中，来自上海大学和四川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他们发现，大脑神经元外包裹的髓鞘不仅是传导信号的绝缘外套，更可能在其内部促成光子的量子纠缠。这种微观层面的纠缠有望为我们揭示一个长期未解的谜团：人类意识究竟是如何让大脑在不同区域间同步运作的？这项听上去几乎像科幻小说般的理论模型，实则建立在严谨的物理学基础上。它引入了一套崭新的量子视角，为我们理解大脑这个生物计算机的复杂运行机制打开了另一扇门，一个跨越神经生物学与量子物理的全新领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深入探索，这项理论具体提出了什么？它会如何颠覆或拓展我们对大脑的认知？更重要的是，我们又该如何在实验室里验证这样一个微妙而神秘的量子假设？这项研究刊登在享有盛誉的物理评论期刊上，其核心内容是一个极具开创性的模型。研究者们指出，髓鞘内部的分子结构在特定情况下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现象，纠缠光子的生成，而这可能与大脑信号的调控息息相关。按照模型的设想，这些光子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光，而是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的信使，有潜力充当大脑内部全新类型的量子信息载体，甚至可能与传统的电信号并肩合作。我们知道，髓鞘就像神经元外面一层缠绕紧密的绝缘胶带，而它的主要成分之一碳氢键，也就是 CH 键，在结构上其实非常关键。这些微小的化学键正在成为揭开量子谜团的关键线索。当大脑活动激烈，比如我们在思考、记忆或做决定时，这些 CH 键就像微型琴弦一样开始震动，而这种热震动不是毫无意义的抖动，而是可能触发一连串光子的释放过程。科学家推测，这些震动实际上会释放出红外波段的光子，也就是肉眼看不到的热辐射光，而这些光子正是构成量子纠缠链条的第一环。更有意思的是，髓鞘的结构并非随意，而是呈现出一种天然的圆柱形。这种几何布局类似于科学家用来控制光的光学枪，这意味着它有可能在无意中为光子的交互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舞台。当条件合适，比如温度、密度和结构达标时，光子可能成对被发射出来，而其中的一部分尽可能进入量子纠缠状态，也就是彼此状态紧密关联的孪生光子。所谓量子纠缠，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光子像天生的一对心有灵犀的双胞胎，无论他们相距多远，一旦其中一个的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就会瞬间感知到。这种神秘的量子关系突破了传统通信的空间限制，为大脑内部高速同步的信息传递提供了一种全新可能。如果在大脑内部，类似的光子对不断地被生成并参与信息交流，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促使神经元集体合唱的隐形指挥棒。这种同步发射是大脑产生意识、理解语言、做出判断等高级功能的基础，因此这项研究可能正触及了意识机制的核心。为了验证这一设想，科学家们将复杂的量子电动力学公式，原本用于解释粒子行为的高端理论，首次带入了生物学场景中，尝试计算大脑中髓鞘结构在自然条件下的光子发射潜力。结果显示，每秒钟有可能产生成千上万对这样的纠缠光子，这一估算令人震撼。就算在这些成对发射的光子中，只有极少数真的达到了量子纠缠状态，它们依然可能像指挥官一样，悄无声息地影响大脑神经元的放电节奏，进而影响整个回路的运作方式。这种微干预在大脑这样高敏感系统中，也许足以改变思维流动的节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人员并没有声称大脑是一个完整的量子计算机，它并不会像冷冻实验室中的量子芯片那样运行复杂算法，但它可能包含某些量子组件，用于特殊目的的信息协调。研究更倾向于提出一个二元系统的假设，在大脑复杂的信号交通中，除了我们熟知的生物电信号，还有一层潜藏于微观世界由纠缠光子构成的量子通信网，它们可能在暗中协助协调不同脑区之间的互动。这种潜在的量子通道也许正是解释一个长期难题的关键。我们的视觉、语言、情绪等不同脑区为何能在极短时间内产生惊人一致的反应？单靠突触之间一跳一跳的电信号速度显然不够，而纠缠光子传递信息的瞬时性也许正好补上了这个漏洞。当然，科学讲求谨慎，研究者明确指出，这个模型目前仍处在理论阶段，
他们并没有声称自己已经用实验观察到了这些纠缠光子的活动过程。换句话说，离铁证如山的阶段还有距离。不过，这一理论并非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我们已知的大脑结构、生物化学机制和物理规律之上，构建出一条逻辑清晰、技术上可行的探索路径，为未来实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对号入座的理论蓝图。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与美国的麻醉科医生斯图尔特·霍穆罗夫就曾抛出一个激进设想，他们合力提出协调客观还原理论，首次尝试将量子物理和意识研究连接起来，提出大脑中的微观结构可能拥有量子功能。他们主张大脑细胞中一种叫做微管的细丝状结构，可能拥有足够的稳定性与精细尺度来承载复杂的量子态，甚至进行与意识直接相关的量子计算，听起来就像是在大脑中藏了一台微型量子电脑。然而，这一理论当时遭遇了不少质疑，不少神经科学家和物理学家指出，这个想法虽具想象力，但在生物学上的可行性严重不足，而且缺乏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让它更像是哲学设想而非可检验的科学理论。尤其是在大脑这种温暖、多水且高度动态的生理环境中，维持量子态的相干性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像试图在狂风暴雨中点燃并维持一根火柴，稍有扰动，量子效应便会瞬间消散。不同于彭罗斯的微管路线，该研究选择了一条更实地可行的路径，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髓鞘上。这是一种早已被广泛了解，也更容易验证的神经结构，是现实可操作性更强的候选对象。从几何形状到分子构成，髓鞘似乎具备维持短暂量子现象的理想环境。它的圆柱体结构能形成光学腔，内部水分极少，有助于减少热干扰。同时，它本身就是神经传导的重要一环，具备参与生理功能的准入资格。而放眼更广阔的科学前沿，我们会发现量子生物学这个交叉学科正蓬勃兴起。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生命系统或许并不像传统物理那样纯经典，而是与量子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植物的光合作用过程中，光子能量在分子网络中传播的几乎毫无损耗。又比如，候鸟迁徙时靠地磁导航，其感应机制很可能基于电子自旋态的量子效应。甚至连我们体内的酶催化反应，也有迹象显示量子隧穿在背后暗中出手。因此，虽然量子大脑听起来仍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尚未成为主流神经科学的共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悄然推动它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它不再是天马行空，而是可被计算、可被测试的合理设想。这项模型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不是停留在意识是什么的哲学争论上空谈玄学，而是用物理学的语言去描述生物现象，是将抽象的灵光一现变成一组可计算的变量。这个理论遵循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物理规律，没有跳脱已知科学边界。它试图在纳米尺度上的分子振动与宏观层面的神经活动之间架起一座精细的桥梁，让人们得以看见意识可能的物理路径。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项理论正巧触及了神经科学中一个一直困扰研究者的谜团。大脑的不同区域，例如负责视觉、听觉、记忆和情绪的模块，如何能在瞬间实现几乎完美的协同？传统机制很难解释这种同步的速度与精度。众所周知，神经信号通过电位在突触间跳跃的过程有一定的延迟和速度限制。如果完全依靠这些电信号来调度整个大脑的协作，似乎无法解释我们实时反应和多线程处理信息的能力。这正是经典神经科学一直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而如果纠缠光子真的能够在特定时刻介入调度，哪怕只是在关键瞬间短暂维持同步，它所带来的意义也将非同小可。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神经系统通信效率的理解，并揭示意识形成背后的更深层机制。必须强调的是，这项理论并非意图推翻神经科学的既有成果，而是希望在其坚实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它更像是为现有模型增设了一个量子模块，帮助填补目前理论中尚未解释清楚的空白区域。这个新框架就像给大脑构建了一个升级版的操作系统模型，它试图用生物学上可能成立的物质基础和物理上允许的量子机制，去解释诸如意识统一性、快速反应协调性，这些我们长期无法破解的认知难题。
不过纸上谈兵容易，实地验证却并不简单。虽然这套模型在理论上推导得很严谨，逻辑紧密，但真正要在现实世界中观察、测量和确认这些现象，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挑战。科学的严谨性要求每一个模型都要接受实验证据的检验，而要验证这项理论，研究者面前至少横亘着三座大山，每一座都关乎技术极限与科学精度。第一个障碍是如何测量。纠缠光子这种极其短暂且微弱的现象，本身在实验室中就极难捕捉，更别说是在复杂充满干扰的活体大脑组织中进行实时检测。哪怕是在严密控制几乎无干扰的实验室环境中，要精准捕获两个光子之间的纠缠状态，依旧是一项挑战量子光学极限的工作，往往需要超冷设备和极高灵敏度的传感器。而如果将实验场景换到活体大脑，一个充满液体、电活动、温度变化和复杂结构的神经森林中，想要精确探测这些微观光子，几乎等同于在雷雨天中寻找一束幽灵般的激光。目前，科学界仍然没有一种既足够敏感又能在生物组织中穿透观测的仪器，能稳定捕捉这些疑似纠缠状态的光子。研究者们正在尝试开发相关技术，但这无疑仍是硬骨头。第二个难点是量子物理中著名的退相干问题。简单来说，就是量子状态在受到外界干扰后会迅速崩塌，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纠缠或叠加状态。任何微小的热震动、电磁波干扰，甚至一个分子碰撞，都可能让这些微妙的量子态瞬间瓦解，变成普通的经典状态。这使得它们在热腾腾的生物组织中存活的几率微乎其微。不过，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乐观的猜测。由于髓鞘具有相对低水分、封闭性强、结构规整的物理特点，它也许能够在短时间内屏蔽外部扰动，为纠缠光子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庇护所。然而，这种保护是否足够？纠缠是否能维持到对神经活动产生实际影响？这目前仍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号，也正是未来研究急需攻克的难题。第三道关卡则是功能性验证。哪怕我们真的探测到了纠缠光子的存在，也还不能断言它与大脑功能有关。它可能只是大脑背景噪音中的自然副产物，未必参与了认知调控。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光子是像指挥交通的红绿灯，调节大脑节奏，还是仅仅像街头路灯，无声照明却不参与决策？这关系到整个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研究团队本身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目前提出的只是一个理论模型，而非终极答案。他们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诚实地承认，很多关键问题，如功能性作用和可持续性，都还有待后续验证。与其说这是一个定论，不如说是为今后的实验研究搭好了一个舞台。研究者们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研究框架，从可以做什么、该怎么测，到哪些变量最关键，一步一步画出路线图，为接下来的科学探索打下基础。他们建议，未来的验证工作应当从最基础、最可控的系统入手，比如从体外提取的髓鞘片段，或是模拟髓鞘结构的人造材料。在这些简化模型中使用灵敏的光子探测设备，尝试捕捉纠缠光子生成的蛛丝马迹，为后续进入更复杂的活体实验打好前哨。进一步的研究还可能迈向小型动物模型，比如小鼠，通过同步记录它们的神经活动和潜在光子发射轨迹，研究者希望能初步建立光子活动与脑功能之间的时间性或位置性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单靠某一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这项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把量子光学，一个以亚原子粒子为研究对象的物理学领域，与神经生物学，研究细胞、组织与行为的大科学真正融合起来。过去这两个领域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如今却被同一个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这个模型本身就是一个科学邀请函，它抛出了一个值得验证的想法，同时具备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这在探索意识这种极为抽象的主题时实属难得。这项研究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已揭示终极真相，而在于它提出了一种负责任的科学态度，不再问会不会有，而是转向如果有，我们该怎么去验证。在面对意识这种人类最后的科学前沿时，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诚然，这项研究上不足以证明意识是量子现象这样重大的命题，
但它提供了一个有趣而严谨的切入角度，让我们有机会从完全不同的物理层面重新审视意识这个古老却神秘的问题。如果模型成立，那么髓鞘中短暂纠缠的光子可能正是实现脑区之间高速协调的隐秘机制，它就像一股肉眼看不见的神经信使，在电信号之外悄悄调和大脑的复杂节奏。当然，这一理论还不足以结束科学界对意识本质的争论，但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另一道门，那是一条可能融合量子科技与神经科学的全新研究路径，等待更多科学家去探索。未来，随着实验设备的进步与跨学科协作的加强，我们或许真的能揭开答案：量子纠缠是否就是意识得以统一、自我得以感知的幕后推手？这将是科学与哲学的一次真正交汇。这场关于意识的探索才刚刚揭开序幕，未来还有太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去验证、去思考。敬请继续关注，我们将与您一同见证下一个颠覆认知的科学时刻。感谢您的收看，希望这段关于大脑、量子与意识的旅程能为您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与思考。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我们下次再见。